好吧，我们那么现在先说这个正面，说古之人啊，这个古不是时间的古了，是理论层次的根源的意思啊，就没有失本的人叫做古人，又没有失本，所以他能够呢灵活的周游于啊这个上下内外之间，即上即下即内即外啊，那无不变而通之啊，当然人生没有问题啊。那怎么样个背法子呢？说配神明，配神明就是说跟神明没有距离，能够完全的熨贴相配啊。那往上跟神明没有距离，跟天没有距离，因为他在下啊，完全尽到在形而下的人间应该要尽的责任。什么责任？自由的发挥他的创造力，去创造人生存在的意义价值，内而照明自己，外而照亮世界。这个叫纯天地，纯，尤其是这个，纯有两个了哈，一个是单纯的纯，一个是醇厚的醇啊，单纯的醇是只有形式上面的统整，没有内容。醇厚的醇是形式上面的统整，还有它完全的内容。没有内容的统整比较容易，打个比方说，你吹个肥皂泡很圆呢，吹个气球也很圆呢，为什么？因为你透明东西。如果你把那气球吹了，丢进几个什么硬的东西，马上它就会有棱角，就不圆。你吹个肥皂泡圆很容易，你把一块大理石磨成圆很艰难。啊，所以从文学哈、领略一个虚的境界很容易，你要在你的人生活出那个境界很难，因为有太多的干扰，太多的考验啊，你犯过的错要改啊，你累积下来的那种业力要磨啊，就像那个铁杵磨成绣花针一样，真辛苦的啊。所以这个纯表示真的落实过他的道德生活，内圣外王，己利利人，己达达人啊，能够充分的都做到，叫纯天地。纯天地是就形而下的世间的总说，那它的内容是什么呢？欲这个万物，让万物各得其所，各遂其生啊，择吉百姓啊，你的措施，你的政策啊，都能够使得所有的老百姓呢都能够得益啊，不止安居乐业，还能在这边呢这个顺利的成长啊，成为人，成为君子啊。好，这个是简单叙述一下，那么总提一下呢，就因为它上下通啊，这个叫做明与本素，这个素跟后面的度意识是同一个层次的啊，就是那个理论啊，语言啊，理论啊，规格啊，体制啊，啊，那么从抽象来讲叫语言，
具体落实这种制度。语言是根源的本素，这个语言包括理论原理啊，这个原理把握得非常的明确，名与本素，就根本的道理叫做原理。细于末度，这个根源性的道理啊，落实下来呢，展现为各种的制度啊。这个系也可以说是联系，也可以说是凭借，也可以说是表现。由抽象的理落实表现为具体的制度，本跟末都兼顾，上下通通都啊能够通啊。所以呢，六通四辟啊，这个辟也就是开辟的辟，加个门字啊，辟也是打开的意思，通也就是打开，通跟辟一样。六就是上下加四方，四就是东南西北啊。那也就是说，它上下内外没有阻隔，全部是可以打通的啊。所以呢，小大精出，小就是目，大就是本，精就是本，出就是目啊。不管是本数还是末度，不管是形而上的原理，还是落实到现象层面的各种的展现啊，其运无乎不在。呼应到前面说这个古之所谓道术者啊，我无乎在，曰无乎不在，怎么会无乎不在法？就其运无乎不在，这个运就是变通啊，不是一个静态的一个蓝图或者是完美的画面，就是有它辩证的动态的啊，上下内外的贯通的一个历程。好，这个部分就说明了古之人之所以背啊的内容是这样。那么这样的一个内容，它的本质上，第一，它是一种道德试验、道德经验，不是自然的秩序，是个道德秩序。道德的经验，道德的秩序啊，道德的事业。好，所谓道德的经验秩序事业本质都是永恒不朽的，只要发生了永远都在。所以他下面就说了啊，其名在于度数者，这个不是名吗？这个名啊，这个名在形而上的时候是本质上说神就蕴含有名，只是这个名啊，它要真的能够展现需要驱成啊，有两步，由上先落到下，构成了人的主体性的自由，再通过人的自由去涌现他的创造力，去
这个创造出这个人文化成的道德事业啊，那这样的话那个名才能够充分展开，充分展开以后呢，它就永远不没啊。我们也说嘛，这个爱也应该是这样，所以第一，那个真正的爱的经验你只要发生过永远不会忘记，是因为它的本质就是永恒。第二，曾经发生过的真爱永远都在，不管是施爱者跟被爱者双方的心中啊，永远留存。当然了，它不但是在当事人心中留存，也自然会呢散发出这种光辉跟讯息，让有缘啊听闻的人都能够呢有所感动，有一些感应，都不生向往啊，散播在这个人间啊。所以我说爱，一说爱就指的爱一切人，无私的啊，无所不包，不在意，是无所不包的。所以在空间上一说爱就爱一切人，在时间上爱就是永远留存。那有时候它经过某种的形式的一个保存或者说传达啊，这个时候呢你也许写成历史，也许转变成一个文学艺术作品小说，都可以把这个曾经存在的道德事实啊，以一种流风余韵的方式存留在人间啊，那让人呢望风怀现啊，也许是不生艳羡，也可能不生唏嘘，对不对？都可以啊。好，这边呢先说就落在这一个整个的制度运作上，其名在于数度者，数是本，度是末，名于本数，然后系于末度啊。这个当时候啊，曾经参与运作这个道德事业的人啊，他们现在啊都还是留在他们心中啊。所以呢，这个旧法世传之始，尚多难知啊，就当时候是怎么去运作的，还可以说得头头是道啊。如果就台湾来讲啊，这个据说到现在啊，大家认为来台湾中华民国有过的总统最得人望的叫做蒋经国啊，所以他以前也曾经当过特务啊，到俄国去专门学这些的。不过到台湾的确照顾民生，什么十大建设啊，勤跑基层，对不对啊？这边也有流风余韵啊啊，当时候在他身边人说起来啊，都好像如在昨日啊，对不对啊？这个叫旧法，现在已经不在了，世传一代传一代啊，都能够呢追溯当时候的业绩啊。你现在请他啊来说，他还是觉得就是啊
这个昨天一样，你叫他今天再来照做一遍的时候，他都会做。那么这个时候呢，到底他在表达的，要在传的，在诉说的是什么？不是某种理论，不是某项知识，就是那个道德经验、道德秩序、道德实验。为什么人还能说得那么活灵活现？因为本质永恒啊，都是这个事，道德之事，它只要发生了，它就有它的永恒性，以各种方式呢存留、传达啊。那么在这个文化体中的人呢，那个荣格哈，那个心理学家哈，继承这个弗洛伊德，他发现潜意识不只是个人，还有集体的，集体潜意识。集体潜意识是怎么保留的？它不是经由个人的基因或者说遗传，而是经由一种文化氛围去流传，去流传千古啊，也就是通过有语言文字，广义的语言文字包括各种的风俗习惯、制度、节律等等啊，形成这么一个整体性的氛围。所以这个整体性啊，已经被后来的破败的社会制度、政治的那种状况啊，已经被破坏很多。可是某些流风余韵还会在某些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在某种啊状态的时候呢，它就会呈现。所以旧法世传之始，善多难治。好，那么这个是就具体的这个事业来说，那么也有了，也有人把它转成啊，转为一种记录啊，其在于诗书礼乐者，这个就是指的《诗经》《书经》《礼经》《乐经》。经什么意思？永恒不朽的意思啊。经就是里头不管是文字语句啊，但是它里头蕴含着有永恒性的经验啊。所以呢，他就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好，过去大概啊，很多讲那个经学的都会引庄子天下篇这几句话，说明了这个六经啊他们之间的分化，不同的重点啊。那么在这里啊，我们特别要点出来，他所道的，不要只看他们分化的，志就是感情，诗是文学，他展示人的感情，书是历史，展示人过去做过的这种事迹啊，礼是一种制度运作，展示制度运作的这个样态和形，乐以道和，音乐展示了这种道德事业带给人生命的安顿。
啊，达到了道德的最高理想，就是和，和谐、和睦、和平。和就是没有矛盾，没有冲突，啊，那这个义道阴阳，就是说，义是传达了这个哲学理论，啊，这个春秋一道名分，就是说通过这个哲学理论，对于前面逝者诗书礼乐，就是人的生活内容，那个道德经验、道德秩序、道德事业性种种的事实，当它有真 有假嘛，有纯有薄嘛，予以批判啊。所以呢，这个六经其实有三层，第一层是诗书，诗书就是人的生活，素朴的生活，无非是感性跟理性两面，感性的诗，第二是理性的记录，啊，就是书。第二层就是人文体制的运作，啊，诗书是素朴的生命与生活，礼乐纳入到体制中的人文生活，不是自然生活。然后呢，这个义春秋是对不管是人文的生活，尤其是不管是自然的生活还是人文的生活，尤其是针对人文的生活予以说明跟批判。那义是建立批判的标准，就是哲学理论。春秋是对这个啊，这个哲学理论蕴含有批判标准的建立的予以落实应用。所以这三者都有它三个层次的体用啊。那么就诗书来讲，存在的事实是体，一个生命的存在，然后它表现散发出它的感情是用。那么就人文来讲，理是它的体，是一个人文秩序的运作，那它的功能啊，是帮助人在里边活得更和谐优美啊，所以治理作乐是它的用。那么在后世的反省批判上，义是它的体，建立这个批判标准，春秋落实根据这个标准做人的自然生活、人文生活的批判，你哪里对，哪里不对，哪里有假，哪里有病痛，要如何去改过修正啊。那么在过去大概啊，说六经都容易啊，把重心放在他们的分，这六经各有不同，却比较少呢关注，或者说很容易忽略他们的和。也就是说这六经说的是什么，就是同一个道德事实。所以这个六个部分是他们对同一个道德事实的不同切入点啊。所以呢，其在于诗书礼乐者，也就是其名，前面是在于这个度数者，度数就是事，那个事实本身。现在呢是这个事实的记录，那记录有不同的切入点，从感情切入，从历史事件切入，啊，从制度运作切入，
从人文生活的效用切入，从而这种呢人生的这个批判标准切入，从这个反省批判切入，就有了六个切入点。但是说的都是同一个道德实事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些呢，好，周儒之士近身先生还都能明知啊，他们都能够说明白，因为这些就是什么，就是学者、经学家啊，他们可以呢善解的这些道德史实的各种记录啊，所以呢，要看这种经学课，不是指文字解释，要把这个里头蕴含的永恒性成分说出来，才能够真的感动听者。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易经系辞传》上传第十二章，录的最后一句，啊，这个圣人立象以尽事，色卦以尽情味，系辞焉以尽言，变而通之以尽力。还有一句，古之以尽神。古之五之就是让人感动，要讲经讲的让人感动，要讲出所有人心中啊都有的那份心，凭着那份心能够呢接收到的那个永恒性的讯息，从那些流风雨印中想象当年啊，这个想当年啊，这个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对不对？千里江山，你从那些诗啊词啊里边啊，你都可以感受得到啊。除了一方面因为读这些打开你的心，一方面你的心打开以后就读懂它，读懂因为心没打开，没打开怎么办呢？我们以前的老先生再读，读书破万卷自然就懂，一遍一遍去读，哪天忽然间我懂了，心打开了，是不是？好，这个就是那个正面的这个表现。好，正面表现是用古之人其备乎来领头的。那么有不真实的这个好的光景，就算那个好的光景过了以后，因为它本身的永恒不朽的本质，让它可以以各种方式啊，这个保留传播，让人依然有各种可能去感应得到啊，这个叫千古流传啊。所以活在这个有故事的这个文化啊里边是幸运的啊，这个集体潜意识就通过这些啊整体性的氛围，包括语言文字、生活风俗习惯、各种的生活的方式、礼乐文明啊，或者说是节日，或者说很多故事、很多古迹啊，这个不要只看到说他现身了卖几个钱，不是，是人精神上面的这个含义功能。好，下面第四节，天下大乱啊，
于是这些流风雨云就越来越薄弱。后面还有两句：其树散，天下而设雨中。对，还有一个，好，还有这个最后一点，就是其树善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啊，善于天下就是这个，虽不得其全体，还有得圣人之一体，啊，在天下的某个地方保留了某一个项目，啊，那这个百家之学啊。识或称而道之，啊，那称而道之呢，依然是这整个道德实验、道德事实，虽然是一鳞半爪，啊，并不完整，啊，可是也可以呢，啊，这个有某种的这个望风怀想的余地，啊，好，现在呢，天下大乱。圣贤不明，啊，这一段话里头明出现很多，啊，其明而在度数者，啊，近生心生多能明之，现在不明，道德不一，不能维持他的同者，分裂。这个，于是由我们呼应到开始的时候说的方术跟道术，道术就是能够呢对上下内外通贯，叫道术。你只执其一端，不能通到其他端，叫方术。所以天下呢。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各位说呢，朱音一定是朱浩是不是？对，我觉得应该用好，自好就自以为是，自以为好，不是喜欢啊。这个时候啊，多得一察。这个察，我们常常有个词叫观察，观察不一样，观是看整体，宏观，察是看细部，是我一观，啊，天下多半都是得。某一个部分的啊明察啊，就以为他是天下最高，不是一开头就是说吗？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既以其有，这个有就是一察焉，答当是什么呢？无上真理，既以其有为不可加。它是最高真理了，那就是转一句话说，就是天下多的一察焉，一个专家，以自好，自以为是，就自以为无以复加，是最高真理，啊，结果呢，就开始啊去。分析天下，啊，就不能够呢通观全局，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啊，天下就出现很多的问题了，啊，他先打个比方，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但这个明是察察之明，不是通观之明，
不能相通，也就用这个来比喻呢，百家中计，也皆有所长啊，各有他们的专业啊，时有所用，就是在某些状况下，的确也有他们的功能。虽然如此，因为不该不变，该就是涵盖总括的意思，它不能够涵盖上下内外，不能普遍有效，是时有所用，在某种特殊的状态中的确有它的功能，但是没有能够呢涵盖，所以呢一区之事也，这个区是指的乡区，就是一个小地方。为什么叫区？原来河流啊都是这样弯弯弯弯的啊，为什么会这么弯弯呢？就因为水流冲刷冲刷，它只要有一点点障碍，冲刷冲刷会被冲冲冲，然后水反弹往这边流，逐渐那个变弯，就开始冲刷这边，冲冲冲冲冲，它就变成转弯。所以呢，这个土地啊，就这个水转弯所形成的这个土地叫做区，叫区啊，那人就会在这边聚居，因为近河，土地也有某种肥沃啊。一区之势就是只是一个小地方的一个小领域的。没有能够通关大局，因为他们就会滥用他们的分析，开始看天地之美，看这个分。天地之美是指总体的存在和谐啊，那我们称为整体性的这个存在。啊，或者说是整体和谐，啊，包括起来就是整体的存在和谐，这个叫美。啊，所以和是道德与美的最高标准。啊，判天地之美，悉万物之理。就是分析啊，现在的西方科学都这样 啊，那最后就是察古人之全啊，这边那个关键字一个个出现了啊，一通背全啊，察古人之全，却寡能啊，背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荣，称跟前面说配神明是一样啊，能够与形而上的神明天地没有距离，没有矛盾，很少能够，只能看到部分，看不到全体啊。那于是呢，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外王又由下面的通啊，这个这边啊，一方面往上通明觉，一方面往外通的文明人文化成，这个内圣外王其实包含内外上下通而为一之道，就暗而不明，欲而不发堵塞，没有办法充分展开啊。最后他忍不住坐着说：“悲夫啊，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他个人的某种啊，这个
因为接触而理解，因为理解而爱好，因为爱好而想把它充分的发扬，而不知道它只是一个部分的专家，啊，以自为放，以他个人有限的见识和经验为真理，于是构成了所谓放逐，以有限的自我禀赋、自我见识为学问，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方术。得一福啊，就是为什么一开始呼应啊？为什么说天下之方术者多矣？意味就是说通道术者很少，就这么来的啊。所以最后啊，结论性的说，后至学者啊，和百家往而不返啊，必不合矣。不合什么？不合那个一啊，一全被透。往而不返就是没有那个辩证思维，只有分析思维。顺着那个分析滚下去，结果走到绝境，没有回头。所以后世之学者，不信不见天地之纯，最后一个关键字出现了，一纯全被痛。那也可以转说为古人之大体，只见小节，不见大体啊。最后的结论，道术将为天下裂。同整的一纯全被通的那个道术，于是就无可避免的破裂成各种方术。好，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天下篇第一段最后一节，这四节啊，条理非常清楚。第一节提出这个原理啊，辩证的原理。那下面呢，就说它有一必然有所分化，一层一层的分化，分化没有关系。关键在于你分能不能回到合，能不能够不离那个一。如果能够不离，这个没问题，你就真的能够创造出那种永恒不朽的道德事实，从人的道德生活建构出了道德秩序啊，那么完成了道德实业，都是人的生命经验。但是如果也不能回到一，这个就构成人生的病痛，构成人间的纷争啊，那就是分裂矛盾，那就是所谓的或者的矛盾啊。那这个印度的佛学呢，因此呢，关键核心的那个都放在惑上面，如何解惑啊？这个惑的累积构成业啊，那都是人生中的一个破裂体。到近代的西方的心理学，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根本就是一个病态心理学，他所看到的人的生命，看到的人性，就是个矛盾体啊，上面有个超我，下面有个本我，不停在那边拉锯啊，所以人就在那边上上下下左右摆荡，矛盾不安啊，都是因为呢道术不见
啊，破裂成为各种方术，也可以说破裂成为各种啊，这个互相啊冲突、矛盾、斗争的存在体。啊，你看这个中华文化在中国构成大体上是一个文化上面的同整的一个区域，可是同样大小的欧洲，你看分成70个国家，啊，这个苏俄罗斯跟乌克兰就是斯拉夫民族这边动，这个东正教跟天主教、基督教还不是都是广义的基督教，啊，为什么欧洲信天主教、基督教人就要排斥信东正教的？乃至于连伊斯兰教也跟广义的基督教，就是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也是同出一源，为什么会恶斗到此地步？也许我们总的来说都是因为他们的精神只有分析思维，没有辩证思维，只有分没有合，基督教一再一再的分，就构成了越来越复杂的矛盾破裂，到处将为天下裂。啊，这个二战以后的民族国家的兴起，就是因为前面的殖民，啊，被异族殖民的痛苦，所以呢，要自己的民族建立自己的国家，也就开始各种分化。而事实上面呢，这个所谓的民族是通过血缘为标准的，那结果彼此的聚居、通婚已经犬牙交错了，怎么能够分得那么清楚呢？于是导致因为要建立民族国家，结果呢就构成各一国的以后的不同的民族、不同血缘互相啊仇视，啊，所以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里边的战争，很多人爸爸是俄罗斯人，妈妈是乌克兰人呢，那怎么办呢？对不对？之前一个这个最大的悲剧在南斯拉夫的解体，啊，导致塞尔维亚这个。波斯尼亚乃至于克罗埃西亚等等之间的纷争，啊，已经有很多的电影在诉说这里面的悲剧，啊，那么这个同时斯拉夫人的俄罗斯跟乌克兰又是一个最新的悲剧，啊，因此这个辩证思维是多么重要的一种思维方式，啊，那么它必要从这个地方啊去透下来，才能够呢把所有的分裂、所有的纷争重新转弯，回到和平，回到和谐，不要再有战争，啊，我们希望啊。这个战争是一个当代重要的教材，让大家看到这个战争是打不下去，其实连美国啊都打不起战争，现在战争一方面呢耗费太庞大，啊，所有的战争最后都取决于经济，啊，那美国都打不起战争，俄罗斯更打不起，因为它的经济只相当于中国的江苏省，啊，资源就好玩了。另外呢，全球化，哎，它也导致所有啊这个地球上面的各个地区、国家、民族
都是互相承持相依啊，那个能源，那个资源，对不对？牵一发动全身啊，所以呢，不能再打仗啊，更何况核子这个弹头爆发，就是整个地球的毁灭啊。现在拥有核子弹头最多的还是俄罗斯，超过1000啊，通通爆炸，可以毁灭地球不知道多少次啊，能打吗？希望全世界人都看到这一个案例，汲取教训啊，世界是能走向和平。那如何能走向和平？要改换头脑，不要那种分析性的思维，分析性思维已经在二元对立，必须要有一个敌人才能够刺激自己进步。所以呢，这个苏联崩溃以后，美国就很麻烦，要找寻新的敌人。现在那个亨廷顿就说两个可能的，一个就是伊斯兰文化，一个就是这个中国文化，设定这两个这个敌人啊，这样子敌人的设定才能够生存，那最后一定是毁灭的力量已经庞大到人没有办法掌控。你还是用这种对立斗争的思维，早晚全世界毁灭啊，没有人可以活得下去啊。所以现在已经是一个必须要转弯的节骨眼，中华文化最充分的辩证思维应该要在全世界发挥它的影响力。那怎么发挥？先不要想那么多，先从自己身上做起啊，那就是给各位的家庭作业啊，把双子天下篇第一段渗透到各位自己的人生经验中，用这个思维方式来检查自己的生活，看看你有没有啊违背了这个最高原理义，你或者说和啊，造成自己的人生的各种领域、各种层次、程度不断的破裂，有没有？有，赶快想办法啊！那怎么样去有效进行自我疗愈？继续听我们的课啊！好，这个第一讲算讲完，下一次我们就讲第二讲。第二讲就讲人生的两重领域，会牵连到这个马斯洛的一个理论，叫人生需求层级理论。好，那这是我们下个礼拜的课题。好，下礼拜再见。对，谢谢老师。